觉了，小西西睡觉了，睡觉了，晚上睡觉了，睡觉了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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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他那个好像真的睡着了。小撒睡觉，小撒睡觉，要不要模仿他那温柔的声音？小撒，小撒睡觉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小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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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觉，睡觉了，小撒睡觉，睡觉了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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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里要上强行的手段了。睡觉，睡觉。小三睡觉。哎呀，又坐起来了。小三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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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觉了，好吧？睡觉了，睡觉好吧？睡觉。睡觉了啊，不露光啊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睡觉了啊！跑啥玩意儿啊？睡觉。睡觉。我砸他壳都没事啊。有人在家吗？敲门呢？送快递的。小三睡觉。哎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小三睡觉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哎呦，我觉得你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哎，对了，韩佳莹，她那个算睡着了吗？算，可以了。韩佳莹说不算，那你给她弄睡着，我们看看她到底睡着什么。差别在哪里啊？你看，是不是确实没睡着？睡觉了啊。睡觉啊，睡觉。我完事了。行，我们准备万象回春，准备万象回春。万象回春，起床了。挑战成功，太棒了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萧敬腾是一个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人。谢谢，掌声送给萧敬腾。谢谢。挑战成功。哎，那我想我们现在也别闲着了，我们也来拍一张合影好不好？我们跟你求张合影呗。好，不可以。太好了，我就要跟你们照了。来，你在中间，三二一。Yeah. 谢谢，谢谢韩佳莹，谢谢萧敬腾，谢谢。